给我一封信，说得那么认真，一字一句，一字一句，表达了你的心。请你原谅我，请你原谅我，请你原谅我，不能不能不能给你回应，因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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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个伤心的人，我是个伤心的人，叫我怎么告诉你才能叫你伤心，叫我怎么答复你，你是个陌生的生的人。